他挺幸运的，没什么问题，他点消炎药吃下就行了。谢谢医生啊。好。哦，可思议！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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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许走。我现在相信你说的话了，我相信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我的疼痛，就像你相信我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一样。你相信了？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可能，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爱情吧。你干什么？我想抱抱你。放开！哎呀，大不了给你1000块钱微信转账。徐总，我以前一直在想，为什么你可以同时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明亮的眼睛和最冰冷的一颗心？我还偷偷骂过你好几次，但是我现在知道，原来是因为你感受不到任何的情感，不是真正的冷漠刻薄。说完了。走。谢谢，但是我警告你，不要自以为是的解读我。还有，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为什么？第一，没有人会相信；第二，会让竞争对手有机可乘，懂吗？这是我房间，你进来干嘛？我想了一个晚上，既然我们的疼痛感知和情绪感知可以交换，那就说明也可以换回来。什么意思？我想把你的情绪还给你，让你能感受到真正的喜怒哀乐。我不需要。不是，你想想，就算你不需要，但是我的疼痛一直在你身上，对你也不好吧？每次如果我要出去打架，那挨疼的就是你，对你来说也太不公平了。算你有自知之明。对我来说也不公平。一想到每次我一打架疼痛的就是你，我就感觉到很愧疚，就没有办法好好打架，这有损到我作为保镖的战斗值。所以你想了一个晚上，想到办法了吗？想到了。你确定互相撞头就能换回来？各种方法都要试一试，这个最简单，可以在家完成。来吧。别打了嘛，疼的是我。这网上的方法也太不靠谱了。
网上的方法。嗯，网上说这种连灵魂互换都能换回来，那我们这种肯定小 case 啊。我发现你是真蠢。没关系，还有别的方法。还有别的方法？一起触电。专心！我给你十秒钟把这女人从我身上给我掀开。没关系，我自己回去。专心，我提醒你，把你看到这一幕从你脑海中给我抹去，不然我把你从这个世界上抹去，听懂了吗？对不起，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请老板洗漱上班。可思议，你怎么没做早餐啊？我是为了早餐来的。嗯，马上走。搏击冠军练综合格斗还是不错，他的侧摔和地面都不行，体能状态也没有想象中的好。之前在狂虎常年偏重站立性的训练，不够系统科学，被狂虎给耽误了。其实打不了冠军赛也没什么，反正粉丝关注的只是他的身材，只要我们在商务上放大他的漂亮和性感，就可以把他包装成宅男女神，打造属于黑龙自己的商业价值，后期再借用他的名声，就可以开发游戏等衍生商品。李元柱是运动员，不是什么商品，更不是什么大众娱乐的玩物。你是谁？我是教练。你怎么来了？你跟我来。我休息一下。查到了，猜猜是谁？我认识，吃你饭却砸你锅的人，公司的梁制作人，可思议前男友。他为什么要专门开一个公众号黑我呢？动机呢？换作是我，我深爱的前女友24个小时跟着你，我也不乐意。为了可思议黑我，开了他。梁之潇，昨晚之潇哥来家里找你，没兜住。尤微微，才几天你就把我卖了，你的义气呢？要不是我灵机一动向之潇哥坦白，早捅到教练那儿去了。别说义气了，只怕我们现在啊都断气了。志霄哥知道了也挺好的，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你没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志霄哥找我了，怎么办？你的好友已退出群聊，加油！我就在你们楼层楼梯间。是你过来还是我过去？你看啊，这一条再标清楚一点。哦，看我这个表上都有啊，你就照这个做就行。我发现他们一直强调什么品牌、
游戏开发，这是拿你当赚钱工具。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回狂虎呢。难道狂虎没有利用我赚钱吗？这些年我比赛拿到奖金都变成了全体队员吃的喝的。你应该比我清楚，狂虎训练不出真正的 MMA 选手。是，佩龙的训练师让我有些吃不消。可如果想要跨界成功，这些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你考虑更多的是团队吗？我不怨你。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想让我劝我回去的话，你以后就不用来。还有，我真的不喜欢喝牛骨汤，是因为你说喝了它会增强体质，我才喝的。志孝哥，对不起，我刚刚在徐总那儿走不开。哎，你怎么能来这儿？被发现了怎么办？许诺就那么离不开你？你还要搬到他家里住？他把收购计划交给你了，还是他得罪国际恐怖分子了，要你二十四小时护着他？你那么生气干嘛呀？我那么生气，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不该瞒着你，我给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不仅仅是瞒着的问题。哎呀，徐总都已经答应延迟修建体育馆了，还给管虎批了训练经费，至少我们现在是暂时渡过难关了，你应该替我们高兴才对。所以你是为了管虎才搬去他家的？爹，都怪我。如果我早点告诉你，你就不会被那个渣男骗了。不是的，志孝哥，你先放开。哎呀，志孝哥，我跟他已经签订协议了，他说了不会动狂虎的。那是你太单纯。就算你不去他家，他也不会动狂虎。放开！放开他。徐总，我们刚刚我应该跟你说过，上班的时候不可以离开我的视线。你现在不仅离开我的视线，还跑到这里偷偷跟他你侬我侬。徐总，现在是午饭时间，我约个老朋友出来聊聊，不违反公司章程吧？不算违反公司章程，但是违反了我跟他的约定。徐总果然是生意人，连骗人都骗得这么理直气壮。梁制作人，你是聪明人，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很多事情说穿了，只会让你想保护的东西更加危险。可思怡，我饿了，去帮我打包饭。啊！快点。好。梁制作人，我们聊聊吧。徐总，如果你找我来是想跟我说让我不要缠着可思议之类的，那我看就不用谈了。你的能力确实出众，文章写的也不错，就是人品差了点。徐总，你调查过？调查你？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有抹黑公司的文章出现，公关部肯定会去调查，轮不到我高看你一眼。
知道我开了个公众号，给你带来了舆论危机，所以就要针对我是吗？徐总，你那么爱开除人，如果我写的那些文章让你觉得不开心，你开除我就是了。你能为我赚钱，我为什么要开除你？不仅如此，我还想你继续写下去，看看你的文字和我的规矩到底哪个能改变事情。梁志霄制作人，如果你想彻底的保住黄虎，那么就请赋予他不可摧毁的价值。我会让你看到他的价值，我期待着。怎么样，老板，聊得还顺利吗？担心他？当然不是，我当然是担心我老板。我刚刚站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在生气。生气？生什么气？可能是你不喜欢我跟别人抱在一起吧。有病！对对对，我有病。但是老板，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表现出很在意我的样子？你这样会让别人误会的。误会？让你的前男友以为我们在一起，无论是能力还是样子，我应该都是你恋爱中的顶配。对呀，但我不是怕影响到您的行情吗？毕竟我身为你24小时的保镖，名声也算在内吧。你跟梁制作人的感情很好吗？啊，没有，都过去了。那他为什么要缠着你？如果他以后还是要缠着你的话，你就拿我出来挡。反正他又不敢惹我。不好吧？你知道不好就好。那就管好你自己，别到时候旧情复燃，影响我的心情。旧情复燃怎么会影响到你？跑我房间来了！别怕，我在等打雷。网上说了，如果撞头的方法没用的话，可以试一下被雷劈。你这是要我命吗？不会死的，网上说了，只要不是直接被雷劈中或者劈到接闪器上，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可思议，又是网上搜的，能不能别胡闹？这么好的天怎么会打雷啊？思雨，我能求你一件事吗？你说吧。我从来没有求过人，这是我第一次求人。我真心的求，少上网，多看书。虽然看书可能对你没有用，但是至少能把你脑子里的水给洗干。徐总，我刚。
搞了这么多事情，虽然你故意大声说话，装作骂我，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没有在生我的气。其实仔细想想，就算换不回来，至少还有你能告诉我，我有着什么样的情绪。难得你主动约我，咱们就别在公司这么正经的地方，换个地方吧。你不上班吗？我属于机动部队，根据你的时间随意调配。可惜我时间宝贵，我还得赶快去上班。我找你。我知道你是想通过我去公司找柯思义。这两天他不是没来打拳吗？我打他电话拒接，微信也不回，问了他好几次，他又说徐总不让他见外人，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你也不是每条微信都会回我呀，也不是每个电话都接啊。我去找你，你也不让我见，也没见你担心我。我是真心想找你帮忙。我只要你真心，帮忙就得收费了，我律师费很贵的。我自己去。哎，哎。你慢点儿，徐总，下午没有时间。啊，好的。克斯，哎，你好，何哥传的。哎，对不起，我刚才他打电话，我没有注意到可思义，不是，我没有注意到可小姐在帮我订资料。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做这种危险系数特别高的事情？你跟我进来。想让别人知道我们住在一起吗？你这也太明显了吧！你知不知道你胡乱帮忙会伤到我？还有，我告诉你，现在你的身体不单单是你自己的。我只是把疼痛转移给你，又没有把自己送给你。你这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什么叫我脑子里在想什么？是你太夸张了。订个订书机，怎么就成胡乱帮忙了呢？而且周律师说了，我是你的保镖兼助理，所以这些本来我应该干啊。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只要乖乖的坐在工位上就可以。这种只拿钱不干活的事情我做不了，我不能吃软饭吧？你想多了，你不适合吃软饭。进。打扰一下，可思义，我女朋友找你。你女朋友找我？那个林文。哦，我教练，那我去了啊。去哪儿？我去找我教练啊，他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都没有接到，万一有什么急事呢？我告诉你，离这些暴力女远一点。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暴力女啊？林文，你不是认识吗？
我的女人，给我点面子好不好？我当然知道她是谁，因为她打可思议啊。我告诉你，以后跟这个林文不要见面。为什么？老板，我现在签完成朋友的身份警告你，如果你不让他和可思议见面，我就把你涉及可思议签约的事情弄出来。周衍信，对不起老板，我错了，你惩罚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威胁你了。滚！周衍信说这儿太危险了，女员工都嫉妒你，要不然我让尤尤薇暗中保护你吧。根本不用，你也看到了，有许诺在的地方根本没人敢靠近我，我就像是活在了办公室的真空世界里。奇怪啊，这个许诺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啊？我也不知道啊。难道真的是爱情？当然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可能是这里有问题啊。哎呀，可能他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然后呢，前几天又被人跟踪，他就总觉得别人想通过我去害他，就是那种被迫害妄，对，被迫害妄想症。委屈你了，在这样的个神经病身边工作。可思议啊，许总叫你去吧。啊，哦，好，我去找许诺了。我先走了。啊，林文，你利用完人之后，不得给他补偿吗？你要什么？以身相许，是早了点啊，但是我们可以约会啊，给我们两个一个彼此了解对方的机会，说不定就珍惜。你怎么没反应啊？你对可思议这么好，你不会对男人不感兴趣吧？明天晚上10点有空吗？有啊，我最喜欢晚上打拳。那明天中午吧。说好了啊，明天中午。没关系，哪怕是碎纸机里丢弃的文件，也许都藏着商业秘密，你就把你知道的汇报过来就行了。有用没用，我这儿有专门分析的团队。知道了，哎，思义，许总让你放下，这个还是给我吧。啊，
没关系，我顺便就把它丢了。徐总说我不应该让你做你不该做的事儿，这个还是我去倒吧，给我吧，司仪，我来吧，我来吧。有任务交给你。可思议呢？见。可思议去哪儿了？哎，你这是恋爱脑啊，能不能好好工作了？你不懂，这跟恋爱没有关系。是，我不懂。那就麻烦老板看一下我拟定的续签合约，如果没什么问题，我这两天找合约已经到期的作家谈续约了。吴东德还没消息吗？如你所料。他已经找了我们网站排名第一的作家梅花鹿，梅花鹿的合约下个月到期，他准备挖人。你是怎么猜到的？吴东德在和歌这么多年里唯一的功绩，就是孵化了几个产值上亿的网络作家。要想造势破局的话，只能在这些人身上下手才快。而且小说版权和签约作者是合格影视文学板块的王牌，一旦被吴东德撬走的话，既可以成为他新公司的傍身，又能让董事会对我们产生质疑，这样对他再好。可思议，干嘛？吓我一跳！我是不是说过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受伤？不是的，我不是看你最近熬夜工作太辛苦了，给你煮了我最拿手的海鲜粥。你是女生吗？这是我用过的勺子，你还用？你真不讲卫生！洗手。你有传染病啊？用过的东西要消毒吗？洗了。马上去洗。徐总，我觉得咱们俩换回来这事儿吧，许愿池会不会有用呢？停，别想，千万不要再想，没关系，就这样，我都习惯了。怎么了？就这样了？
你看我做个饭都会伤害到你。而且吧，因为你无法体谅到别人的痛苦，所以呢，你总是在无形之中就伤害到别人。就拿这两个月的事情来说，你伤害过的人都会来报复你，那你就永远都生活在威胁之中啊。凡事都有两面性，与其让你搞一些什么雷电啊、撞头之类能损害到我生命的事情，帮你承受一点疼痛，我简直是太习惯了。哪里来的两面性呢？比如说，哦，我想到了，上一次帮你感受到姨妈的疼痛，我才知道，原来姨妈这么疼，我对你们女人就多了一丝理解，之前我完全不理解。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舒服多了。电话。专线，周律师。周律师，你找我啊？嗯，你的快递。我没有买东西啊。可思议，我是合格传媒法务副总裁兼许诺的私人助理，不是给你跑腿的。你以后不要拿许诺来折磨我行吗？我没有啊。看看，看看，都下班了，给我一个书单，说要给你买书看。我真心的求，少上网，多看书。虽然看书可能对你没有用，但是至少能把你脑子里的水给吸干。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辛苦了。徐总说的吧，你可真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同事。哦，你看，人事部刚刚通知的，以后公司所有的女员工生理期的时候都可以休假三天，而且是带薪休假。真的耶，思叶，自从你来了之后，徐总真的变了一个人，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别看他平时冷冰冰的，其实吧，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进。徐总。你真的没有骗我，你真的可以体谅别人的痛苦了，还知道体贴女同事了。有这么开心吗？当然开心啊，女同事们也都很开心，大家都更爱你了。我不需要他们爱我，只要卖命为我工作就好。哎，还是老样子。那你呢，可思议？总是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因为别人悲伤而悲伤，这样的人生不累吗？学生时期，看见女生被那些调皮的男生捉弄时的尴尬，
在大街上看见路人因为丢了钱包而无法买单时的窘迫，在医院看见家属们因为亲人离世的痛苦，还有上了年纪却依然要推着车出来做生意的老人们那种老无所依的孤独，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办法熟视无睹，因为他们是你也是我。他们可能是你，但绝对不会是我。如果我老了，也会是一个帅气多金的万人迷老头。为什么今天的徐总看着格外的帅呢？去吧。